保证最硬最古老的面筋。那我们现在去找位置吧。下次来的话，我就来这里露营，就不去找地方睡了。前面看到很多人的地方，这就是在 Google Maps 上面，它有写着明信片拍照景点的位置。老板他们抓过最大只的鱼，这个鱼有烟熏的味道，非常香，可是刺很多。